连麦指挥可以吧？你要跟他聊吗？聊不了，当面给他说，你不要说话吗？连吗？啊，他说连啊。他同不同意吗？啊，你管他同不同意，连不连是咱们的事情，啊，同不同意是他的事情。连过去了，但是没有接啊，我被拉黑了，连不了。发送了，但是没有同意，兄弟，是叫紫薇同学吧？哎，高总，我没有搞错吧？是一个那个猫的头像吗？嗯，我是猴子头像，他是猫的头像啊。他连麦了，他在连麦啊？五个人。哦，再多批，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兄弟。你看到没，高总？就咱们这种小小直播间，没有实力、没有礼物的直播间，连跟他连麦的机会都没有。啊，这个就跟你一样，啊，没不背要景，去了，没各种。我不希望大哥们被封啊！你们不要去了，好吧？对吧？你已经是人家最大的仁至义尽了，啊！看嘛，这里用户17422237啊，你被那个冰雪宇阳禁言，用户17422，你被紫薇家的安子禁言。你报一下名单，我去问个尿。你再报一下名单，他是房管，你报，我。你还不睡啊，高总？睡不睡？啊？赶紧睡觉吧，啊？赶紧睡觉。赶紧睡觉。那刚才是你问人家蓝队友说，请你去开锁，对吧？你要开不开嘛？啊？让我们关播。舒舒服服，对吧？高总，怎么说嘛？你们整的这个事儿整的，整的怎么嘛？这怎么办吧？你但凡把你的手机放下，不要玩了，充上电，关机。这事儿啥事儿没有了？你就一直按照你那个手机瘪呀、瘪呀、耍呀、耍呀。民总来了你也不听，啊，各个大哥来了你都不听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你。那你说，谁就还能是管？我不听啊，为什么？非要他在他的直播间带节奏有意思吗？你们非要在他直播间带节奏有意思吗？他们说有意思，高总。那我咋回答他们，高总？他们说有意思。
我也这么玩了，我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去带节奏了，非让我刷一个火箭，你们才不带节奏行吗？高总，你就告诉我什么样你才能玩关，弄手机关不关手机啊？那个女主播晚上才开始播，白天是你们不知道干啥去了。老子是从早上10点播到现在了，凌晨2点了。我能给他两个硬搞稳高的起个锤子，稳高的起。你就说你关不关手机？关。手机。直接自己放过来，我感觉你现在的关手机就给你当着我的面把斗鱼卸载了一个道理。真的，我真的感觉应该带高总去趟泰国芭提雅，真的带他好好玩两天，真的。我都知道我自己错了，就是咱们喜欢一个人没有问题啊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，喜欢一个人我觉得甚至啊，就高总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，就是喜欢一个，他是女主播也好，我觉得非常认可，他是男主播也好，我也非常认可，他是你生活中认同的朋友也好，我也非常认可，对吧？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不要让自己就是连自己饭都吃不起。你要说他跟你结婚了啊，你可以让自己吃不起饭都给他无所谓，因为他是你的媳妇儿，他是你的老婆，但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，你还没有牵挂，所以说你需要储存到钱，遇到那个真正让你牵挂的人。你不小了，30岁了。玩儿，咱们谁都玩得起。开心，咱们也很开心，对吧？爱好咱都有，不能让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去。如果你连生存都成问题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么好的社会，这么好美好的生活，你不去感受更多，我其实有的时候挺羡慕你。谁也管不了你，说什么你也不会听。所以说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你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一个紫薇，你的生命中也可以出现10个紫薇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好好弄一弄，你所所有付闹的情绪，所有的付出，所有的成本，啊，都是有人替你兜底，有人替你买单。如果有的时候你错过了这条防线，没人会管你，你去乞讨也好。
你去干嘛也好，没人管你。要有自己的底线，咱们可以不懂事，可以自我，但是咱们要有自己的线，自己的底线，不要去触碰那条底线。包括我自己，我都认为我自己，啊，我出去旅行，对吧？走了那么多的地方，走那么多国家，看那么多事情，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，我操，他妈他们别人都走玩的那么开心，我也玩，把自己越玩越远。越陷越深。当我回国的那一刻，到了家里才知道家是更重要的。家比什么都重要。然后你再从出发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感觉不一样。背负着责任，背负着各种。还有你牵挂的人，哪怕是你喜欢的紫薇，喜欢一个东西没毛病，我觉得应该的，爱就应该大胆。但是你比我大，你得往自己身上想一想，多想一想。今天晚上你暂时多早点不玩手机，把手机给关掉，这个事儿啥事没有。你一而再，再而三。那兄弟们不要怎么样？兄弟们能干什么？兄弟们只能替你打抱不平。你替直播间的兄弟们想过吗？他们去给你刷的每一条弹幕，他们都觉得为高打抱不平。如果我夜麻子对你不够好，我也会成为就是你带节奏的那一个对象一样。我现在也会这样，因为我是人。但是我看着他们一个个你被就毒不要害。看，你为什么要去看？你看着兄弟们被封，你心里不爽是不是？我也为他们着想啊。对呀，那你早点休息，那是不是就少的人会被封的人会不会更少？然后你再去跟紫薇说能不能把他们解掉？那你说紫薇会解吗？那肯定会解。你为什么一直要闹？为什么一直要吵？为什么一直要无理取闹？说实话，我也对不起兄弟们。要是兄弟们不刷，也不会被封。那你现在知道亲人兄弟们了？啊？我求紫薇，每天我求紫薇。你这个感觉给人感觉是什么吗？啊？事儿后就觉得厌倦，就觉得兄弟们好。来事的时候，哎呀，兄弟们是谁呀？就跟我这去啊，外面呀啊，看那女孩子，我也找不到啊，我喜欢这个女孩，我就那兄弟们是谁呀？我也不敢兄弟们，但后来啊，还是兄弟们好，过完事以后还是兄弟们好。那经历过无数次以后，还是要就是要自我的克制，自我的意识。还有，不要超前消费，不要超前消费，这是你最后的底线。不要去跟别人借钱，因为借的钱你要还。你今天晚上刷了两个飞机有意义吗？没有任何意义。不能降温，反而火上浇油。
不过，咱们换个角度讲，确实高总一直不睡觉去讲，也是为了兄弟们，是吧？让他好好睡觉去，好吧？他也安静了。很多水果给我发消息了，谢谢查理哥，谢谢查理哥。学习不来吧，他应该睡着了。
谢谢麦哥，谢谢麦哥。就和我一样，我还能自我清醒，兄弟，这个我很理解高中的感受，半斤八两，大哥不说二哥，一定要让自己清醒，你不知道兄弟，我都快麻了。我不是醒了，我是熬不住的。不过有一说呀，我不能是个好女孩啊。不能确实是个好女孩啊。最少她不会报我跟她的什么聊天记录什么的。自我反思，兄弟，回来以后我也想了很多，兄弟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回来以后我想了很多，就是我想好好的，就是，就是把这几年好好再拨过去啊，还有两年多吧，把它拨过去，然后再说吧。高总肯定还是会让人回去上班的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。他就只能做一时，不能做一时，因为他做一时，他肯定会被永封，啊，有人带他吧，啊，别人带他吧，啊，会没有感情，啊，我跟俩在一起吧，我多少还会想到一些啊，咱俩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说有的时候没有办法。上班，还有名总。上班是好处，多上班。偶尔跟他聊聊，他每次喝了酒是这样的，喝明天第二天就好了。麻子只要下得了线，我下不了一个新兄弟。啊，有的时候你看我跟他一起开房，我真的我也开不动。我身体真的，你说放到3、4年前，我开盘我也还能开得动。我现在开盘，这真开不动，就尤其吃啊喝啊，我都是硬刚的，好吧。今晚太精彩了，刚姐说，刚姐说，没人叫我呀，妈的，明总来了啊，高总睡了，什么意思？高总睡了，嗯，然后呢？咱俩再打一把呗。你是怎么回事儿？你我没有赢过你啊，我就想赢你一把。那非得今天赢我吗？那必须得今天赢。那你要赢不了我呢，兄弟。啊？你要赢不了我呢？啊？连他妈韩信都能胯下自如，何况我屡战屡败，
啊，没有失败了，那成功，好吧。什么惩罚？输了的话，我让你先定。输了的话，光膀子出去跑5分钟。啊，但是不能露在直播间，脱了就行。啊，我想想啊。啊，这么晚了，对吧？这么冷，我重庆是真的冷。光膀子，就是衣服不穿，只穿裤子嘛。行，我还是一个但火是，箭。那行，我要是赢了的话，你也给我刷一个火箭，行吧？你输你了没吧，给别我的刷惩一个，罚，就没有别的惩罚了。那如果是你要火箭的话，那我就这个惩罚了。你都可以啊，我都可以。行，那这个了啊，你还欠我一个医药费啊，哦，你还欠我一个那个什不，么，咱不，咱这样，咱这样。输了刷个火箭，再光膀子出去跑5分钟，好吧？可以，可以，没行问吗？题，可以。行，可以。你你输了以后也跟我一样嘛，我们俩都一样嘛。行，可以，行吗，兄弟们？那玩玩就玩大一点，玩刺激一点嘛，对吧？先说啊，只能穿裤衩啊。只能穿裤衩不行，那样太低俗了，就是光膀子穿裤子就好那也可以，行，那光膀了。穿裤咱子也。穿裤衩，那你都做了10年主播了，你这还用我教你？你这整的，不是你又不拍自己无所谓，人家看着你无所谓对吧？那不是那影响不好啊？你在大街上影响不好。大街上影响不好，那么正常人对谁呀，都干直播。本来人家看到对我们主播的印象都不好，你这才穿个裤衩。你那这没事，怎么对好你。意思连过来呢？你这零票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连过来的？零票怎么了？零票看不上是吧？先上点散票吧，兄弟们。那不敢。你是前辈，我怎么能？谢谢我四喜妹妹的30组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冰雪巨人来了吗？这不来了吗？感谢我四喜妹妹冰雪巨人，我谢们谢。就推个塔就行了，哦，兄弟们，推个这是塔，心理，能搞点散看票，到搞点散票。吗？啊，感谢今天葫芦哥的水晶球，感谢葫芦哥。你这是妹妹给你上的票吗？欢迎郎中哥。什么妹妹啊？你别拿手机啊，不可以自己上。没有，我大哥发消息了。你这个点还跟大哥发消息？没有，刚才高总不是那个啥了吗？我那把手机放下，他现在睡着了。咱不自己上票啊。我们有我也不自己上票的，我没有背包的。谢我六四喜分妹钟，妹的，还有一还有分五分钟，钟，还推有五塔分是钟，最还有。划算的哦，兄弟们，一定要推塔，一定要推塔哦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一把必须要拿下，兄弟们！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一把，兄弟们！我的妈，我都刷了2个火箭了，兄弟们！感谢人心，感谢人心，谢人心，感谢人心。你这是有备而来啊，我感觉。没有啊，没有一个人，就正常打，就正常打。正常的，行。就感觉输了2次不开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高总都睡了，正好我们俩连一下，聊聊天嘛。行，可以你现可在以。是，你现在人才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对，现在我自己，我正在找人。借我四喜妹妹的迎春飞我们机，推个塔看一看，兄弟们，就推塔。兄们推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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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推了，兄弟们可以推了，我们就推塔。推个塔。感谢郎中哥，感谢渣哥，感谢渣哥的冰雪巨人乘以二，感谢郎中哥的南瓜马车，感谢郎中哥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四喜妹妹，兄弟们，
我人傻了，兄弟们，坏了，我他妈又要赔个火箭是吧？我还他妈得裸奔。感谢老中国，你真的好搞笑啊！我操，你这是干啥呢，叶兄？我他妈，我感觉我自己都是人才了。你不是你是给兄弟们整活的吗？谢我四喜妹妹，谢四喜妹妹的一门师姐，谢谢。还有3分钟啊，兄弟们，还有3分钟。这叶麻子真是好兄弟啊，兄弟们！我感谢渣哥的恶灵骑士，感谢渣哥的冰霜巨谢我四喜妹妹，谢四喜妹妹的，谢四喜妹妹，谢四喜妹妹的卡丁车，谢四喜妹妹。感谢渣哥的恶灵骑士。有点麻了，叶麻子真麻了。我感觉我被套路了，兄弟。没有，真的，别偷了，我们还得稳一点，兄弟们。真的，我感觉我被套路了，兄弟。这次赌的有点大，兄弟们，这次玩的确实有点大，一个火箭还得出去裸奔。坏了，兄弟，真坏了，真坏了，真坏了！真的坏了，真的坏了，真的坏了！感觉我被套路了，兄弟，我被杀猪了，兄弟！不好意思，兄弟，没关系啊，也就500块钱嘛，出去裸奔一下，没关系啊，买个教训，问题不你大。在扮猪吃老虎，我感觉，我感觉他在，他一点都不急，兄弟。真没有扮猪吃老虎，我爷麻子说话说一不二的。这几天被大嘴给我割麻了，兄弟，我还自己送上门去，兄弟。感谢渣哥的恶灵骑士，感谢渣哥。糟了，兄弟，乱七八糟。唉，算了，我认了，我叶麻子认了，好吧，我叶麻子认了，好吧，今天五星全送大，全送大嘴了，我认了啊，我认了，兄弟们，我不是傻逼啊，但是我确实是有一点，我感觉我是被套路了，兄弟啊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啊。还有1分钟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是，我们再点点小的，兄弟们，我们稍微点点小的，你怎么老看手机呢？你干啥我妈给呢？我发消息，我妈骂我嘞，要不要给你听一下嘛？我妈给我发消息了，你妈怎么跟我我妈这妈么说像？什么？你妈是个疯子。听到没有？我妈说我疯了，听到了还有吗？多久？还有50秒。兄弟们还有3分钟，兄弟们还有3分钟。还有50秒。还有40秒。兄弟们还有30秒，兄弟们，只差一个超火偷塔了，兄弟们。还有20秒，兄弟们，还有20秒。还有10秒，兄弟们。我感觉我真的是人麻了，兄弟，我人麻了，兄弟。感谢渣哥的2架飞机，感谢渣哥，你，感谢渣哥，你不是你是。你给我们吓一跳！我操！
你是敢在扎克的迎春飞机？你这是在干嘛呀，叶兄？呀，兄弟们，我被套路，兄弟们。老子出干路啥？都是真金白银啊！我是被套路了，没事儿。欢迎黄毛哥，你是看我这两天没人才，你想当人才吗，兄弟？我估计是有大哥在这上包赢，对对，应该是，他应该是，估计是有大哥要帮他，估计大哥口嗨了，应该是。感谢叶兄的幸福券，感谢叶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这幸福券还挺白的。白你妈个蛋儿！700块抽500块白，感谢叶兄的，感谢。感谢叶兄的摩天轮，感谢叶兄，我真的要笑死了！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，叶兄？你先做惩罚嘛，然后咱明天再说呗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打了吗？再打的话，你是不是不太好？医药费别给了，我就不出去跑了，可以吧？不，我给了，我电脑已经打开了，你看，我电脑专别门给打了，开。我就不出去不，咱该做惩罚做惩罚，我电脑已经打开了，我就等会儿就充值了，知道吧？我就不跑了嘛，能不能不给医药哎费呀，了嘛？别，咱一码归一码，咱医药费肯定得给，知道吧？肯定得给，这我不想你。要医药费了，我就不想惩罚，不是我给你啊，行不行吧？不，你该跑跑呗，该做惩罚做惩罚，你随后你再打回来就行了，没我就关系不了。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不太合适，叶兄，这我大哥没事，都上票了。你看你大哥愿不愿意嘛？你给你上票，大哥说一下嘛。大哥说不行啊，得跑啊。不会吧？真的，你自己过来看弹幕。我直播间都是搞人才的大哥，你想想他会手软吗？等一下。你该做嘛，我该充值充值，我该给你医药费，给你医药费嘛，好吧？行吧，那我出去跑啊。等一下啊，我把衣服脱了啊，我就两件啊。一件啊，还有一件啊。我的妈，好冷呀！我操，兄弟们，愚人节也这么拼吗？两件啊，脱了，但是我不能拍我自己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转个镜头让大家看一眼就好了。我他妈转个镜头，我他妈肯定得疯呀！好，可以了。看到了吗？我他妈的，我他妈自己当人才了！老板人都看傻了，我操！老板娘一直把我盯着，你知道吗？
老板娘一直把我盯着去了。我操，好冷啊！我操，我叶子，叶子，我医药费，我医药费就不给你刷了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刷不刷都没关系。不是，我直接给你转账了，你这样多挣点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微信直接给你转账了，你就收一下就行了。我这样你多赚一点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我说你们兄弟们好冷呀、啊，哎呦，我说你们兄弟们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我操！过了，我直接给他转，我都转了400。你给我直接转账吗？啊、嗯，我直接给你转账了，你就不用刷礼物，你到礼物到时候也没太少了。我的妈呀！在我收不到，我啥都我手机没带，啥都没带。我已经转过去，回去收一下就好了。行。哎呦，好嘞！我操！医药费转账比礼物实在多了，兄弟们，双方都好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两个火箭，我花了2000块抽的。现在兜里应该还有15余次。那没事儿，你下次打的话，输的话，直接你给我转500也行，我是给你转500。哦，下次我直接给你转是吧？对。你个逼他妈！哎呀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哎呦，好冷！我操，我着的是个锤子，怎么重庆怎么这么冷啊？这4月份还是比较冷。我操！哎呦！几分钟了，我的妈呀，几分钟了。可以回去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往回走，镜头拍高一点。哎呦，真他妈冷！我靠！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操！很冷的，外边很冷的，现在已经2:30了，外边很冷的。我操！高总，你啊不，那个大嘴，你快别请高总了，你直接请我吧。那请不起，你是前辈，请不起。哎呀！好嘞！我靠，手机没电了。高总应该睡着了。我等一下，好吧，那我就挂了啊。好，我跑了，我衣服穿上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啊、哦，确实啊。没赢过，兄弟，真没赢过。等一下，接个电话啊，接个电话。
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小问题小问题，兄弟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兄弟们，大家就是不要猜测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一个大哥就是他确实充值了，充值以后，然后他那个用的 iPhone 手机充的，iPhone 手机充的他没有到账，没有到账，现在都没到，啊，然后没有到，懂了吧，兄弟们？啊，所以说我才有那么底气敢那么去打，啊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说不着急嘛，啊，无所谓啊。然后我肯定，然后我一想，我这你们今天是不是愚人节的原因啊？啊，然后是不是那个啥了？我一想啊，肯定是被套路了。然后，但是我又觉得没被套路啊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到时候再说吧。啊，大概就这样的啊，懂吧？没关系，兄弟们啊，都亏点钱，咱们也不能驳了个大哥面儿，懂了吗，兄弟们啊？是吧？就节目效果嘛，是吧？就图一乐啊，是吧？丽丽哥，这不一样啊，丽丽哥，回头跟你说吧啊，大家懂了就懂啊，懂了就懂啊，这我认因为我爷麻子这花钱也不能这样花呀，是吧？这就不打了啊，破案了，对，所以问题不大，兄弟，问题不大，小问题啊，小问题，小问题，扎克都睡觉了，可以，可以打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啊，他对面扎个睡觉，咱们也不能打，兄弟啊。必须赢上，慢慢来，兄弟们，来日方长，哪有小孩天天哭啊？是吧？哪有小孩天天哭，对吧？哪有打牌天天输，兄弟们啊？问题不是很大啊。兄弟们，给大家说明白就行了啊。等我大哥到账了之后，还是会给我的，问题不是很大。懂，明白了，兄弟们，明白，大哥明白啊，不要到时候这整的到时候闹误会了，大家啊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，兄弟们，还打？真出去跑，真他妈冷，兄弟，真冷啊！真的冷，一个给女主播，让一个给男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兄弟。好，大家早点休息啊，你们大家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啊。大嘴都猜到你有大哥了，所以说老乡你好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肯定是有多少有底儿的啊。但是没有刷得出来，知道吧？啊，问题不是很大，兄弟们。好，兄弟们，那就先这样啊。高总已经睡着了，凌晨3点了，也不小了，睡了睡了睡了，大早点休息吧。晚安晚安晚安。晚安，兄弟。啊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再说吧。我也睡了。